这是毛毛清醒的时候。尿的完全正确。来，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，来。你咋这么会找地方呢？让他闻闻，让他闻闻。闻闻来。打屁股。打屁股。拉吧。拉不拉？这做错事情一定要让他认识到错误啊，一定要给他一些教训，就是舍不得给他整两下啊，滚。你看这么大地方，这么多地方，非得拉我窗帘上，整纸上给我整整。哇，他往那边拉了，你看那边喷完之后，他就不拉了。喷完那边拉中间，以前那边拉过，喷这个、没喷这儿，拉这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喷呢？狗狗落拉乱尿之后，给它清理干净之后，一定要用这种除味的给它除一下子啊，要让它过来海找。你看这一回拉中间了，这人这狗太闲了。像这种呢，它你就多喷点啊，给它多喷点。如果是地板的情况下，你给它整湿了，然后给它擦拭一下啊，多喷点。这个它是用生物分解酶除臭的啊，它不是说用香味覆盖臭味，真的很好用，粉丝反馈都老好用了啊。这一桶有4斤，还送个小喷壶，这是养宠家庭必备的啊，赶紧整它。